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有主的应允，就无有惊吓，跌倒搁爬起。诗篇91篇第2节，我要论到耶和华讲，伊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上帝，是我所倚靠的。有一位老教授，有一摆到某一个大学演讲，当校长引出伊行上讲台时，可能因痛到肋骨，无小心滑了一跤。这时全场的学生哄堂大笑，使到校长甲老师拢见笑不堪。但是这位教授却未晓紧，无慌无忙地爬起来，拍拍着花亭，整理衫服，刷下来便坦然地讲道：人生就是安尼，跌倒了又爬起来，又跌倒又爬起来。这段的开讲献身讲法，深深地感动了听众，也发挥了伊精彩演讲的精神。弟兄姊妹，这时你是不是面对着一挂失败，还是予人打击，跌伫涂骹受了重伤呢？伫软弱中，未将即挂感觉甲主讲，求伊来安慰你的心，予伊的手牵着你的手，求主赐你勇气，伫挣扎中搁一摆站起来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赐予阮的应允，你是阮的避难所甲山寨，是阮随时的帮助。伫阮的人生道路上，常常拢会拄着真侪挫折甲苦难、失败甲痛苦，予阮跌倒、灰心、丧胆。求主帮助阮，我靠你的应允甲力量，会通坚强会站起来，勇敢向前行，过得胜的生活。阮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